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小点声，跟紧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又死人了！应该是赶考的书生，大家小心一点。阿弥陀佛！怎么好像在打转？怎么走到一片竹林了？确实啊。胖子呢？刚才他不是跟在你身后吗？什么跟在我身后？明明跟在你身后。去哪儿了？在那儿呢。他也是为了孩子才走上这条路，却平白送了性命。都怪我没有护好他。走吧。野岭的，怎么会有姑娘？不会是妖怪吧？小心一点，姑娘，你相公也被那蛤蟆精所害。我去看看。哎，姑娘。你就是那蛤蟆精！丫头，